里有物资，就是扩容这。陕西的。可能北方的小姐姐一年到头来不能穿拖鞋出门，出门要穿很厚的衣服，还得穿。大爷真的是他妈见个女的就往上扑，真的是服了。那不是沙男呐？删了吧那微信一会儿。去吧，删了。走吧，我可以走了。走什么？我想要个冲锋枪的扩容。我也没有，我这找了半天没有。那你找到了可以给我吗？我自己。我有。你看，我有几号药？四号有，你找四号药吧。四号，我要一个冲锋枪。四号他什么都给你，他把他最好的东西全都给你。谢谢钱算算的办卡。七号。还有什么？靴子。我不要呢。哎呦，嘴上说的不要，动作却很诚实嘛。呀，物资车来了。走，上车，表妹。咋枪？哎呀，一号是广西人吗？表哥带带我，表哥，我也想坐你的车耶。一号，你是广西人吗？我不是。我操，那只开进来了都。不会吧？是吧？是吧 ？UIP 是五啊。在他的前面嘞。表哥不打物资车了吗？怎么还不打？我们直接去龙溪城啊！浪费我好多子弹哦，表哥。打了有没有？去的吧。打了也没有那个 UMP 是我的子弹，你打干什么？不是浪费你的子弹？对呀、啊。别去了吧，兄弟。有点远，我不想去啊，兄弟。那就捡个空投吧。那为什么不打那个物资车嘞？就这样就捡空投啊？对呀、啊，那前面刚好放出来，我们不就刚好可以顺带捡一下？你能一保三吗？我怎么一保三啊？我自己都保不住，还要我一保三？怕什么？有我在。我？他们？你自己都保不住，你为什么要带我们去捡空投啊？我们一人瞎一个不就好了？不就打过了？我不行啊，我自己都保护不了我自己，我还杀人呢？我不行啊。你不行啊？你要笑死我，兄弟！怕什么？有我在。女人不能说自己不行啊、那谁说自己不行？有脚步，难道男人有脚步在楼里？别说，他们这是在玩火。太大了，你了一会儿就是不听话。安静点，我打架。有脚步。安静点，听到没有？楼上的人，你们被包围了！放下手中武器，出来投降！我们不打你们可以不打我们吗？我们不打你们可以不打我们吗？我的 ID 叫做单杀，打爆你们的头！你在哪里呀，表弟？我们不打我。我都不打错了。你说了不打，你怎么还拔雷嘞？我毁了！我们不是我们拔的。你搞不起，你搞不起，你们搞不起，乱搞，不要乱搞。他们不要说，不要上，他们在上面摆阵，这几个糟老头子。摆你个死啊，兄弟！没有。那就是在三楼，你们不要乱走哦。老头子坏人，你呢？这几个屌毛在三楼。你有本事吧？那你就把枪丢了，你把枪丢了，走下来。我们在发挥，不要打我们！你们在我这，在我这。倒一个！集合，到我这里来。过来救我！三号上去！
别冲别冲别冲，等我等我，有雷有雷，别上别上，小小许知道我回来，这群老六敢溜我，完了，他们完了，等我，你们不要着急，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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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许你个笨蛋，牛逼，你们个傻屌，你们几个傻屌，还炸倒了炸倒了炸倒了，往里上，不要上不要上，他卡了四小子，你怎么上啊？人在哪啊兄弟？别打大哥，别打，我们不打了大哥，还剩一个还剩一个，我服了，不打了，我要没拉，还剩一个，小鹿你救我，小鹿救援救援，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，我们别打了，我们别打了，我人都不知道在哪，我先走我先走，什么鬼，这人在哪呀，别打了行不行，停战停战，别打了，写完了写完了，点标，天哪，我人都不知道在哪，这怎么打，小鹿救人，小鹿救人，这人在哪呀兄弟，就要打你小学生，我屌你们全家傻逼，就要打你，我的 ID 我的 ID 叫做单杀，不服你就加我好友骂我，哇好吵啊，你们开全麦了吧，小学生你不服你就加我好友，我的 ID 叫做单杀，骂死我，什么鬼，你出卖我的吗兄弟，出卖我的吗兄弟，玩这么坏呀，我靠这么坏，加我好友，我还打游戏的男主，加我好友骂死我。他们楼上有把妹控哦，表妹。好的，表哥，你不打我。我操，这声音，这声音我听不下去呀、啊！我靠。有没有背镜啊？没背镜吗？我有六杯。你六杯你自己用吧，拜拜。你看看怎么发的？我有细杯，你要不要啊？我想要啊，表哥，可以给我吗？不可以。哈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哎，你们不要这样说啊，好不好？我操！我就只是想拒绝你一下。真的坏呀、啊，表哥。糟老头子坏得很。走吧，这个空投有妹控，标记了一处空投，不用真的没有背景吗，那我这个狙就废了呀，没有，等一下我六倍给你，你就拿吧，你就跟四号拿吧，四号都四呗，四号都给都要给你，你就拿吧。加了，你跟四号拿吧，拿六倍吧。走走走走走。我不像你啊，表哥，我是很矜持的嘞。你很矜持的，我就喜欢你这种矜持的吧。像你这样洗不了，像你这样洗不要脸的。走啦，表妹。我听见他俩说话，我脑子疼。我也是啊，我操！我自己也觉得很巧哎，我自己都觉得很巧。感觉他们刚才开全部麦说话的时候，感觉我整个人脑子都快炸了。啊，全部麦，全部麦，那个小学鸡一直在讲话，一直在想，一直在想。我开了没开全部麦？我开了没开？打不过，骂又骂不过，气死了。小学生，等一下哭着找妈妈了。对。不需要换车吗？刚下的油。不用换。这一号大哥很牛逼啊。我表哥能不厉害吗？开玩笑。哎呀。
哥很顶的，是吧，表哥？没有。在哪里啊？哦，在那顶上，厕所顶。找个位置停车。没雷，有雷吗？扔个上去，扔个雷上去。倒了，就一。哇哦！哇，好帅呀、啊，表哥！哇哇！那你喜不喜欢呢、啊？我喜欢的，好喜欢的。我操！表哥，你也太帅了吧！我脑子疼，你俩别那样讲话。我、哦、好骚、啊！这里有膝盖，还有 U M P 秀。膝盖喂！我不要膝盖。这不是板一吗？咋上去的？就在那个厕所上面跳上来就好了。跳了就行了，然后跳过来，然后跳过来。端正说话，兄弟。走吧，我们要过桥了哇。走吧，走吧。过桥呗。过桥。四百多发的子弹的。过桥圈。有人骑龙，走走走，快走。下车了。上来。表妹走了，上车。走走走走。走走走。有事有事，我操。上啊，你上，追着龙狮子打。没来车。有事。写完了，写完了，都死，牛都死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二号别动，哎呀，好家伙，今天没手感，然后打得好菜，好帅呀，好强啊你们，好帅呀，好帅呀，不得我了，一号太强了，我这里有物资，一号最强了。妈了个四，妈了个八子！有背劲吗？一号，走吧。这四号打倒了一个人，跟灭队的一样。我还以为全是他杀的呢，我擦嘞！我都没好，我都不好意思开麦，刚刚都。谦虚了。我去换个车。好啊。哎，这机关呢？这机关被谁捡了？去哪里换车？前面呢？前面有特区啦，你小心点哦，表妹。嗯，知道了。哎呀，我脑子疼。别站架了，兄弟。嗯。前面有那个新车啊，前面。哪里有新车？那边，西北那边。兰博基尼吗？你把它开过来啊。物资车，没有，左边有个新的吉普车。吉普车，对呀、啊，没有，没有啊，有，那就开那个新的。过桥吧，过桥吧，走吧，被堵了，赶紧速度。你怎么什么车都有金色的呀？没有，我那氪金大了。没有，上次不小心手抖充多了。你啥时候手抖也给我充两个？就要抽那个小圈的，抽了半天。有人，有人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你快爬，你快爬，那个中间有人的哇，有 CG。哦，我看见了。看见了也不用激动的跳车了吧？我要把头缩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表妹看到有人头可以瞎，激动的都跳车了都。我想把脑壳缩回来。哎呀，别撞我！
走吧，走吧，三号，让四号给我们下枪，我们直接过就好了。前方有危险，四号一起吧。我那么牛逼啊，架枪呢，兄弟，怎么想的？烧死！为什么？有一个在脸上，他跳海了，跳海了，跳水了，跳，他被我烧到了。我操！我烧到我了。你自己，你自己跑过去，跑到火堆里，封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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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操！表妹往我射靶，往我射靶。这什么鬼啊？我后面还跳了。我醉了，我靠！这什么情况？麦仔，你怎么？真烦人！我靠！他们看不见你吗？我操！我懵了，真强！我操！我操！这么溜吗，兄弟？我脑子疼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他们看不见你吗，兄弟？我操！我操！这群瞎子！这不愧是上海第六雷神啊！唉。好帅耶，表哥你好帅呀，表哥！我操了，吓死我了，狂的一逼！嫁给他吧！太帅了，这个人！我们还在赌翔没有啊？你把这个车打烂了，你怎么回事？没事，哎，我们的车也没了。对。哎，还在那里赌？有一个。跟他。你六杯，你四杯跟他赏。你找他，你就慢慢的往前摸。他好会呀、啊！是高手啊，学一学。表个肩膀。下面好帅呀，他妈的这压枪不飘的吗？我靠！你看他这压枪，我操，很稳。为什么一直看到没死？这压枪好稳。过去了。哦，有人去救了。满编队。
大哥不要进圈的，还在这卡着我。好帅呀，妈的！哟。操，那个 DJ 啦！怎么在后面打？十四不能发三。来吧，再来一把吧，被他偷了，偷侧身了。我就想着还有一个人呢。直播间禁止发打工仔三个字啊！发打工仔三个字会触发直播间自动禁言十分钟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这样子才可以在茫茫人海中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啊！我操！怎么能战术射手搭配的呀？我都服了！我开第一人称开。你别等一下，靠我太近了吧？哎呀妈呀！我操！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今天晚上做噩梦有素材了，我操，吓我一跳。表哥，你是怎么能搞出这样的搭配的出来的呢？新式基地是不是？新式基地，新式基地，新式基地，我打不过我表哥。你跟着我吧。嗯。那好吧，表哥，我保护你，虽然说不一定能不能保护得住。我好难，他那个段落。欢迎乐乐，欢迎阿姐姐啊，真跳啊，你打出来，你回来没有？小鹿跳伞，对姐，我操，我还高开了，我还开了，好像没赢哦，没有赢。没人吗？没人，我都没人，我也下不来呀，气死我了，我开伞了。你在天上慢慢荡吧，让我们荡起双响。怎么能让我们荡荡荡荡荡荡？那十个小时，你要不要我骑龙来接你啊？哎，可以吗？快，过来试试。你这他妈的马人都快到了，骑龙来接四号。我感觉四号他等下就要落地成格了，四号他在那挂机了，他等下就嘎了。他为什么挂机啊？不知道，他男是刘世成，可能是他女朋友找他吧。信号枪，刘世成挂机。表哥，你的龙搞好了没啊？我要快到，我快下来了。还要一点时间，还要一点时间。我快一点呢，我要下来了。你下来没有？你在哪？没有。我在你头上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操！我怎么在这儿？走，来来来，你上来呀。我靠！我怎么在这儿？你快，你骑龙啊！你骑啊！我在这里，找到我没？你
你是哪里？哥哥，我在这儿。你在哪里？我要下去了，我在你后面。哎呦，哎呦，不行了。我怎么在龙狮城啊？没跟随你们吗？没跟随。你跑龙狮城挂机去了，兄弟。没事，你就在那边踏杀特杀吧，我们在这给你加油鼓励。我靠，我有那么牛逼就好了。我这里有物资。都没，还没开始你就否认你自己。对呀、啊，不能这样否认自己啊。对呀、啊，你怎么能否？就是呀、啊。我打吃鸡不厉害啊。那你玩什么厉害？那你打什么厉害呀、啊？我打王者。你打王者啊？你什么段位啊？王者呀、啊。王者呀、啊，我还以为你是国服第一呢。国服。国服说上香还说说真的。你看你干嘛这么低调啊？你都是国服孙尚香，你说只说你是个王者，太低调了你。真的不骗你。走边妹上龙。我没错东西，我刚刚前面看了一下，我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就一个小国标嘛。那你可能应该是高手啊。你们这些凡尔赛人群真厌人，讨厌。我跑了，我不敢打。那我们过来救救你吧。看我来接我。我还有个信号枪呢。算了算了，我跟他们打了，打完我直接飞过去嘛。不用过来，不用过来，不用过来，不用过来。还是过来吧，等下怕你死了。不用，我死了可以复活。你死了要复活，那我希望你这把一次都不要死。我杀几个人出来，我杀一两个出来。真的假的？干活，你带姐姐干完，给你按十个小时。比如说十个小时的活，你八个小时干完，你给你按给你计十个小时，你就可以下班。找个地方把信号枪打了。这边有鸡哥，这边有鸡哥，看到没有？前面。哪？哦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给你们下，给你们下。好。去啊。所以给你换换一个，才能干上去了。我操，这么多人！走，别摸。你吓人了没有啊，四号？我吓死了！你吓死了！我问你吓人了没有，不是问你吓死了没有。我刚才闭麦了。我刚才闭麦操作了，过来，来人用手接我。啊，闭麦操作了，好。哇，四个人，我怎么打呀？难不成我还秀他们吗？秀不过。哇，这吃鸡好难打。表妹，我们要不要去那个龙溪城？来接我大哥。我觉得我们去的话应该可以活下来，要不要去试一下？他们，这是在玩火。来接我啊，一号，来接我，来接我，来接我。我们开不到枪了。我们要去，我们要去龙溪城。你都死过一次了，你不能去了。我要去。你还去？你等下再去，等一下活不了哦。太野。那好吧，那我们来歇你吧。等下你死了不要怪我们。没有没有，我是担心你等下死了复活不了了。你怎么不说二三号呢？二三号他们可以显卡啊，他们可以显卡的，你又不能显卡。说得对啊，呀，又有个人机、啊。走吧走吧，你想去？你直接就在海里说找人机杀算了。上车，我们去接信号吧。信号挺想去的，接他一起吧。别去了吧，我还有个信号枪呢。没事没事，我们四人团队。这么团结，不会死的。有人，我哎呀，有人有人。
你是挡键盘，当你挡键盘。死了死了。哎呀呀呀呀！你先出去，你先走吧。哎哎，我怎么扔了个火？不是想为你杀解惑吗？怎么走？那是上面的火库进来。老许走了。虫洞是魔鬼。我这哎呀哎哎哎！徐小信上车。我晓得了，晓得了。哎呦。走啊，信号，走。哦。走了，信号，信号上天了，信号。连接。什么玩意？我第一次做这个，真的不骗你，我第一次做这个。在哪里啊？哪里有云机？这楼里面。不知道，这个是问题啊。抱歉。这走吧。这走吧。这跟我那个跟小许抢人机的手速有一拼呢。哈，我跟你，我打人不行啊，抢人机第一。我跟小鹿一起看到人机，我从来都没有打着过。终于有人来能惩戒他了，我太高兴了。等下一把人机一起给你。拖还要不要，小鹿？拖鞋，等会儿，等会儿吧。四号，你要想清楚哦，你是不能复活的，我们还可以复活。没事啊。你现在还有后悔的机会。就是管他呢。这有人，这有人。有人。哪呀、啊？我靠！啊，这前方有危险。方有危险。我操！哎呀！过来了，弟兄们！过来了。别下去，别下去。我这有。别下去。妈呀！五个。别下去，别下去。不要下去。不要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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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下去。谁下去了？没下去啊。四号你，四号你太冲动了吧，四号。我跟你说，我不小心滑下来了，过来帮我，过来帮我，我操，我怕了。你这帮不了，我下不去。口渴了，全部没。你要不就去这啊，你去围墙啊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快点啊，我怕呀，我操，我们下不去，我们下不去。我操了，倒一个，倒一个，下来，可以下来，可以下来。我操，那个地锥，怎么二楼有人啊？怎么这么难打？可以吗，表妹？你这个提前先。补盐。有没有炉？有没有炉？丢个炉。补盐，里面有银都可以补。对，杨小平 ，come on， 对的 ，nice， 表妹牛逼，打掉。对。还有一个，路子，拜拜。他救起来了，他自救了。牛逼 plus， 哦哟，牛逼哦！我操，这么牛吗？不愧是我队伍里面的女人。帅呀！咋这么自恋啊，兄弟？两个人机。鸡哥，去杀鸡哥。去打。两个鸡哥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真的。这墙死了。死了怎么办？
死了，会的。真人的打人机。死了你就跟我死在同一个地方了，右边右边右边。你操！没子弹了，你妈！我们打赢了。我操！一发子弹没有了。我还以为你要被人机打死。我一发子弹没有了。哇靠！妈了个巴子的，怎么办、啊，兄弟们？哎，他们马上要死了，兄弟们，他们马上要死了。楼顶吗？什么楼顶？对面有人，对面有人，还有人的不？还有脚气，小心点，在对面。好。就一个，就一个，你们两个人二打一，直接冲。是个小姐姐。等一下，我先捡个药。不管他，什么小姐姐不小姐姐的，弄死他。什么、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你们在说什么东西、啊？在对面，在对面。对面有个小姐姐。对，我跳下只有五个脚步，我都慌死。我跳下去直接五个脚步。看到没有？三楼，三楼，小路，三楼，中间窗口，看到没有？嗯。漏了，完了，被烧。倒。倒了吗？他就一个人直接冲过去，一个人，一个人不要这么着急啊！二打一，二打一，直接攻上去就好了。我没有药，我操！你要啥？来，让你的血妹给你啊！大包，给我大包。赶紧冲，要不然等他队友来了，你们麻烦了，等一下变成四打二了。我冲，我们打不过，害怕。你现在不打，等一下。你三六个还怕吗？你不冲，等一下等他队友来了，你就完了。楼上是个男的。他在二楼，他在二楼。二楼。我不打，我不打，收枪，你收枪，我上来了，你收枪。打他，打他。别这样说，肯定有。他在二楼，他在二楼，他在二楼，他在二楼那个墙边上。这不很厉害吗？我靠，这个男的！我让你收枪，你不收枪。盒子，你要放三十两。你朋友在哪在直播的？你有同学？兄弟们要等妹妹吗？还是我们先走啊？啊？啊？你同学在哪在直播？啥？同学在哪？你就差一分上什么？那你不早说，你说清楚就不打你了。还不让你收枪呢？你又不吱声。外面鸡哥，外面鸡哥。卡着。你去捡我的龙啊，表妹，捡我的龙。二楼，二楼，二楼，二楼。进去捡我的龙，然后骑龙手吧。右边，右边，那边，那边，对对对，这边。二楼，二楼，后面房间里，二楼。你这是三楼了。这是三楼了吗？里面，里面。对，里面，进去，进去，里面这个。看到了。哇，小鹿。快快带着小鹿走吧，骑龙走了。我这是狮子，我这是狮子。有龙的，有龙的，我的龙，应该是小鹿选的吧。哈哈。走吧。哈哈，走吧。哇，我感觉、哎、里面车库有车啊，骑车啊，骑车不就更好吧？那是卡车，兄弟，怎么？天哪，我感觉我哈，吼，还自带音效的吧？不是、啊，你跳一下，它就会他们是在玩火。谢谢多一点谦虚的办卡两连击，欢迎听老头。他们这是在玩火。你直接去舔空投去吧。他们这是在玩火。直接舔空投去吧。他们这是在玩火。你怕什么？你是淘汰王。我还有一个信号枪呢。我是淘汰王，跟王二麦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是误打误撞。
你要相信你的实力。我是不相信。我相信你。我是这个队伍里最差的一个。我相信你。你相信我什么用啊，表哥？你都死了，活着你相信我，我还。我是这个队伍最差的一个。要不在这打吧，小哥。去这打，去那打，去这，去这，防标，防标好一点，防标你等一下没人敢过来的。你在这个假车库打，等下别人以为你是狗分的，全都过来抢你的。你看，全也抓了。哦。你行吧。嘿嘿嘿。我是命犯，操。从右边过，右边，右边有个桥，对，右边，这边这个桥。好感人。哎，哦，我就说怎么，这边啊，小鹿。我就说怎么，看着怎么有点不太对劲呢。你要是这个假车库，哎，山上有人，山上有人。假车库有人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假车库门都没开，你赶紧去见假车库，等一下可以打靶。跳上去，跳上去，直接跳上去，对对对，那一起。你还不如不上去呢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石头，对，你看到那个石头。有人吗？有人啊，那里有个封印的哦。小鹿，直接放烧空，直接放烧空。烧空。放烧空，对对对，我没丢，对对对，好，死亡倒计时，妈，等下妹妹带我吃鸡好不好？真的是。小鹿上跳舞。这还跳舞、啊？你这么嚣，你这么嚣张的。下来下来下来。哦哟，这么嚣张啊！有人打我。那个空投为什么离得那么远？哪个空投？我在这儿打的，他为什么落在那里？哦，两个。什么两个？超空，你填超空。你为什么呢？有两个。他没掉下来呀，怎么填？来人了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！哎呦，哎呦！哎，你下去干嘛？掉下来了！快打药，快打药，打药，打药！掐雷，掐雷，掐雷！小鹿，完了，小鹿，打药，小鹿，去楼，去楼里，去楼里打药。他跑了，他怕你们，你们小鹿直接把他打跑了。小鹿太厉害了，狗杂直接把他打跑了，直接他都直接溜溜球了。我感觉他们应该就回来了。我感觉他们应该挺菜的，要不你们追着他打吧。啊！别了吧，表哥，你狗杂什么绝职呀？我们就两个人了。你们两个人不狗杂小雪不一样的也把他打跑了，是不是？谢谢长哥的饭卡。不要，他换绝职了，表哥。不是，我看他。车上好像也就两个人，我看你们二打二，他你们有狗杂，直接把他吓跑了。里头还有个大狙。嗯。你们要进圈了，去狂飙，赶紧进圈了，不要在这圈外了，赶紧进圈了呗。
开车姓轩，开车姓轩，别骑龙了。开车哪有车啊？车库啊，车库那个旁边不就有个双眼跑车啊？那为什么不骑这个啊？骑这个你不好控制方向。骑这个吗？去狂飙，去狂飙，战甲车库。狂飙，狂飙。小鹿打药。对的，细节。要不就我们安排的明明白白。去甲车库，直接去。甲车库好。慢哎呦我操！慢点开，不要紧张。好难开呀、啊。都快我死了，要不然我就可以帮你开车，你坐副驾了。哎呀，为什么有人？吓他吓他，干他！就一个。小心他的楼梯口哦，提前枪，往二楼掐雷。他跳下来了。Nice。Nice。怎么还没死啊？我靠，真醉啦！打药打药，对他还是那个呢，缩了一口，要进圈了，把这个药打了，赶紧舔包，舔完走了。没药好舔。快快快，动作要快，直接去圈中心那边，防区多，防区多好好躲一点。去旁边。我捡个火。真没打上。我们这里不是圈吗？你这个圈等一下不好，容易等一下别人全都来顶你。你们去那个防区多一点的地方，等一下好躲。好。你说是不是？有没有道理？嗯，不知道，反正你听你的吧。去这个两栋的，两栋的，对对对。你别撞车哦！对，就这，进去，赶紧进，有人，快进，快进，快进。好他妈难开呀、啊！他在三楼，他就一个人，一个人。一起冲，一起冲！狗杂，火力压制。哎，你别！我操！丢雷，丢雷，他掐雷了，快躲，快躲！小许，快进来！打药，打药，打药！别紧张，别紧张，慢慢来，听我指挥。打个可乐，打个可乐，不要冲。我炸了！哎，完蛋了！完了，老许，来了来了来了！来了！哎呀，可惜啊，尽力了尽了，很强了很强了，尽力了。他们几个？两个。满编，很强啊很强啊，不错不错。都怪我这把死得太早了，拖了你们后腿。都怪我老许，要是我没死的话，我们肯定能吃鸡的。小雨把那男的踢出去。太可惜了。嗯，哎，这不是昨天他加入别人的队伍了。谁呀、啊？哦，加入就是我们的队伍。对，走，继续。这吃了几把鸡？八把鸡。对。什么？吃八把鸡？你这魔鬼吧？对。我那鸡屁股都没吃上一个，八把鸡。对呀、啊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。都打那个特战人吃，那八把鸡一把都没带过。我就晚上一直都在打，然后你看你跟别人在打，然后就没喊你了。靠，这个男的来抢我的妹妹的。果然爱是会消失的。一会先给这个男的给他 A 计划了。表哥很厉害的哦，
我们有个很厉害的表哥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嗯。嗯，你好。你别忘了，跟你玩那个人怎么没玩了？他今天手感不好，然后就没玩了。我一直都在一个人打，然后就吃了八把。他吃了八把鸡啊！我靠，那完了，那这把我肯定 A 不到他，A 不死他就那玩，我可能会被他给 A 死。他吃八把鸡那是个狠人啊，高手啊！谁在那吃大蒜？表哥，你又，表哥，你又一张钱。这里不干，这里没什么人。妈，我活不下来。跟着表哥跳就行了。嗯。有人啊，一对。两对。哦，那对不是。有人没有？一对、两对、三对。跑掉一点。倒三个。我操，那一下。洗完了，洗完了。我需要武器。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还有两队哦，小心点。我还有两队啊。是的哦。这把你们靠他吧，我算了，我排不上。你吃八把鸡的男人怎么排不上？说这种，你怎么这么低调？你这他妈一下来面一队，哪能经受得住呢？来了来了，他们来了。什么位置啊，表哥？表哥在我附近。我来了。前面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南房。迷宫楼也有人。两队哦，我们被夹在中间。表哥在这边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这儿。哎呀，我死！哎。我没枪。进来一点吗？前方有危险，靠，我想救，我刚刚想救二啊。补人头，补人头，补他，补他。左边，左边，后面那边那个箱子那里，一楼箱子有一个。我尽力了，老许。
这怎么吃？好强啊！哦，吃八把鸡是杀没杀多少人，他这种老六行为可能是。留一手，留一手。他吃鸡就只杀四五个、五六个，这杀的不多。这吃鸡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。他可能打的那种稳健的。别往那人太多了，他就那个现在稍微人少点的地方再活一会儿。你想跳哪里啊？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。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你想跳哪里？我不知道跳哪里，我没有想去的地方，我就想去那稍微能活得久一点的地方。那我们就跳这吧，最危险就是最安全。什么逻辑啊？没事，有表哥在，不用怕。小鹿，嗯，没事，我再叫一下你。我是怕等一下他自闭了。没有没有，不会。没事没事，这把我们团结一点，应该可以吃鸡。死了太早了，我喜欢吃不吃鸡蛋。你要相信你啊，怎么能？这把我们要是吃鸡了，应该可以吃鸡吧？我相信自己啊。没人没人。那你们开龙，我去收东西。嗯 ，OK， 你们去收吧，我袭龙了。都被捡完了，你还在这捡？哦，小吊带。要小心有老六哦。不是没人吗？两个老六。我怕等一下突然有老六怎么办？我怕担心等一下你们两个人不小心死掉了。两个人，那你为什么不担心四号？你性别歧视你？没有，四号他能吃六把鸡、八把鸡，他肯定是有实力的人。有没有实力？你也要担心一下人家呀，你这样区别对待不好哦。也需要关心啊，不然他会伤心的哦，男孩子也会哭哦。他有你关心不就好了？那怎么行啊，表哥的爱才是最好的啊。你的爱就是最好的爱了，四号他喜欢，他就喜欢你对他的爱。他不喜欢啊，他就喜欢表哥的爱啊。我听见他俩说话我脑子都疼。 Emerson， 我这里有物资。我要，我听他俩说话我就我的爱会将我灌醉，我没有所谓。什么？太过清醒怎么陶醉？要不然我们去交换一下，四号我们来交换一下来。
有那安徽，他的警火，那什么不那的，那个什么东西来了？走。不那的，那个。我的。那个文化，给你关注一下子。我怎么感觉，我感觉一号好像是个主播呢？怎么可能？你见过这么菜的主播啊？哎呀，那不一定哦。主播，表哥，你是主播喂？我不是。狗都不当主播，当主播没前途。哎呀，走，上哪儿啊？西亚走了，西亚。走了。我来了。走了。往外蹦的，哎，对了。人机标记了一处地点，在哪里啊？厕所，厕所里面，去吧，你去。厕所，我去。嗯、为什么？开个枪啊！你倒是。我开了，我不理解，明明我开了那么多枪，为什么？我就随便开了两枪，他就死了。你这有过于随便了啊，表哥。没有，你在里面前面挡着我的视野，我怎么能瞄得准呢、啊？是不是？我也想不明白呀，明明就是我先开的枪啊，我都发四发子弹了，为什么打倒他？等会儿。可能是你把他打残了，然后我刚好打了一枪，然后他就死翘翘了。啊！你真坏呀、啊，表哥，你都知道我在打他打掉血了，你非要补那么一枪，再抢过去。我就只是想随便开两枪啊，鬼知道这个鸡哥就被我弄死了，怪得很。没事，我杀的人就是你杀的，我们两个人不分你我，都是一家人。他们这听得懂。表妹跟表哥怎么可能是一家人呢？那不是一家人呐、啊，那不是一家人，怎么是？表妹跟表哥怎么是一家人呢？都不是一个姓，怎么是一家人呢？有同姓的。有同性的也不是一家人的，都说的是表的，老表哪是家里人呀？你表的就不是一家人了。我不知道啊。不知道。不知道啊。人才哟、哦。人才，你也人才也表哥。往哪飞呀、啊？龙溪城。对呀、啊，去龙溪城啊。我要捡那把猪耶。现在就去龙溪城啊。多喝点热水吧，我看你卡痰了。我肺都要卡出来了，表哥。喝热水已经没有用了，表哥。那就来一支极致糖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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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操！为什么你们都上去把我？哇，你们都没上去。没上去。我说你们孤立我，把我一个人丢下面。小心有人。嗯。卓越的表演，是这个表演，卓越的表演。倒一个，别补，等他队友来。他在哪儿？马西马西，你有队友吗？我也想知道队友在哪儿，想调戏一下。那你给他，你开全部麦跟他讲啊。他队友来了，宝贝。他队友骑龙来了，在这钟楼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你的队友在钟楼吗？他会打我吗？你狮子，我在这里保护你，跟你队友来对。哦，
后钟楼倒一个，你队友又倒了一个，你去钟楼把这个补了，去钟楼表妹啊，直接去钟楼，小鹿去补吧，我在守着这个人。你肚子疼吗？你要不要喝止疼药？我只有眼药，这还有人呢，你喝不喝？倒的倒的倒的，你要不要喝饮料？你那附近倒了一个人了啊，肚子很疼的样子。你眼睛可真大。在哪呢？你为什么还不死啊？你掉血应该也掉死了吧？多损啊你！刘小布，我得守护他。刘小布。我应该站起来的，我跳下来了。哪里有人？在我们这栋房子。上吗？相信我不？上，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走，我先上。别急。哎呦我操！看我给你挡伤害了，他一梭子全扫我身上了。还有人，小心你那个死了吗？小心他队友掐楼一网。发现我现在跟瞎了似的，我操！走。Go come on！ 去哪里啊？走了，你在毒圈里面。扛毒你很爽，是不是？把你的龙搞出来，哥哥。出来了，就等你上龙了。哎呦，你们保护好自己，别感冒了，感冒真他妈难受。这种天气，你一定要多喝点冷水，少穿点衣服。这样子才不会感冒，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。好的表哥，我晓得了，我明天就穿比基尼。可以，不用给我看。我一定要给你看啊，表哥。啊，不好吧？客气干什么？那等一下加个微信吧。不好的。看一下也不是没关系。嗯。加油，不达目的不能放弃。我打个药了。没正常啊。反正我们可以了。别动。欢迎梁姨，欢迎其他位听友。这个龙是你才能控制的。的小，没有，我是怕你们等一下下车。前面有人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又是鸡哥。我连人都没看见在哪。有空投。看一下在哪，公投。哪里？你瞎了没？看天上啊，天上。天上？天上？天上在哪里？天上没有啊。有啊，刚刚有个飞机刚飞过去的哇。嗯。哎，有人。哎，有人。这么随便吗，表哥？我操！来车了！别卡我！走，快走，上龙，快走 ，come on！ 走。
走，他还有两个队友在前面。舔一下呀，哥呀！你还舔这大平原？你看，开枪了，要死了！我知道，我这脑子都疼，我这个人。你要随便一下，你下龙的时候跟我们说一声，太突然了，有人。有人就下就好了。个人机，这里有三倍，表妹三倍。不要追我，兄弟，我有八倍，不要追。哎呀！没有游戏体验，连游戏体验都没有。哎，这样就不好玩了哦。一点，还可以了，我觉得也还挺好玩的，但是不行就好玩。肯定又有人他们这么简单。没事，我们有龙，我们直接飞过去。你这么飞呢，我操！no. No. 我感觉我快下快下！我也炸了。哎呀！哎呦！我自雷吧、哎，我们重开一把，重开一把。自雷吧！啊！啊哦，四号还在啊！我来湖南干事，怎么雷呀、啊？我哎呀！我真的下头都没看到人，我都没看，我都没。啊！还有人！快倒！卧倒！别人激动掉的。太吓人了，他好逗啊！我都快笑死了，我都没法打了。快过来，快过来！哎呦，我的小姐姐都死完了，这怎么玩呢？不要，要不我们重开一把吧，算了。我需要瞄准镜。不是还有两个人活着吗？主要是也吃不了鸡呀、啊。你俩在一起那就不一定了。真的假的？嗯、我跟小鹿活着那确实吃不了鸡，那你们俩活着还吃不了鸡吗？可以。那么好。小妹都这样说的话，那我跟老表还是要操作一下，是不是，老表？我看你操作就行了。怎么看我操作？我是算了吧，你这是这玩的都一边笑一边抖的。一边笑一边抖。六倍要不要？老表。六倍你下，我手机。不用，我这里有物资。给你，我把我的六倍给你，我把我的物资都给你。你笑你就笑就好了，我怎么要抖呢？拿着，把你的丢了，嫌我的。我有。好。霸总啊，就是霸总叫吗？你表哥的。走吧，我们直接走吧，这感觉不是很安全。我们去三层楼啊，表，去三层楼。
你俩干什么呢？为什么卡在一起走啊？真是我的服。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老表，那不跟我保持距离，他可能是怕等一下前面有人，有人的话他就好跑。你还好，就要骑你身上。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我知道，我跟小鹿盯上他的轮子拖地好久了，怎么就踩到他的轮子拖？他一进来我就说，哇，他有拖鞋。哎，烧空。别吧别吧，你要是怕的话，你就缩一缩怀里，小小脸捶表哥胸口，这个画面，我操，有画面了，救命啊！你这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都。老表操控，看见没有？正前方。我害怕，你狗慢一点。没有人。大哥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你下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表哥要上了。表哥要冲了。没有，我去拉个香线。表哥，前方有危险！牛皮！死完了，死完了！帅吧？表哥好帅呀！怎么搞的？好强啊！他好强啊！没有展示的，我根本都没有展示的机会。你去当主播吧，你这。为什么当主播？我的技术当哪能当主播？你就别在这嘲笑我了。我现在看表哥那个眼睛，我都看表哥的时候，眼睛里面都是冒星星的那个挖机像。我们没车了，表。没事，跑。我没有腿。你没有腿呀？我没有腿。等等我，标点。走吧，你看能不能把它切卸了。哎，前面有摩托车过来了，有袭击，有袭击。他顶了，顶在厕所了吧。表哥又来了，表哥又来了。死完，我操！表哥才18个了。表哥，你该不会真是个主播吧？我不是主播，这就没意思了。这就没意思了。这就没意思了。给不到你展示的机会。
都是。玉门神算一会儿，算一会儿要气死了。一会儿晚上，今天晚上都睡不着了，我感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一闭眼睛全是一。拿表有事，别过来戳了。哎呀！表哥，我要自救，别管我。好难一下。强。那个大马路上有人在跑，前方有危险。哎呀，表哥死完了。OK OK。好搞笑啊，为什么我们俩死了呀？好想哭。死了。哇，表哥牛逼。我看到他的脚了，那臭脚，香港脚。你闻到味儿了是吗？那边把这个吉普车开过来呀，边。我没子弹了，我舔一手。没事，你开过来舔这边的，来舔我这。来来来，我是来舔我这。你什么操！小哥，你搞慢点，我害怕。丢这！怎么一击啊？怎么是这样子的？丢！开的很刁钻嘛！山上有人，小心点表。走我这边，走那边，走那边，走那边去，走左边去。我们从左边下去。前面有人，哪里？有狙，那个方向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那个狙他在跟山上对枪，管不到我们。那个架子上面是不是架子上面有人？表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四个。两个好像。你别打我，表。我先进去了。快进来。他好准。你跟树走啊，树你走树后啊。我们二 VC。表，你小心点哦。
那边有一个独狼。那是敌对的，他拉枪线了。高下倒一个。高下两个老表，你小心你左手边。我在看高架，你看左边就 OK 了。高下倒一个，高架的倒了吗？丢，这个圈啊，没事，那个厕所是圈。表，你左边那个人在哪里？不知道，他们没看到他，他不在这边露室。老板要找机会把左边那个人杀了，要不然走脸上，直接冲，直接冲，倒了。把他补了，还剩高下一个。表哥，吃鸡！你们看我屌吗？这波23杀吃鸡送给大家。能14杀，能吃鸡，能8杀，三个左边。看得过瘾，有条件的话可以点个关注啊，或者是送出一张办卡，谢谢钱壮壮的办卡。还跟他们玩吗，兄弟们？他太帅了，好牛啊！准备呀。你们慢慢打吧，我明天还有事。我啊，我也不打了，我也不打了，加个好友吧。都不玩了。啊，那再玩一把吧。
我就不行了，你再来一把，拜拜，再来一把，又没什么多少时间。好，这最后一把。你看，你又没老婆，又没女朋友，那么着急睡觉干什么？你怎么知道他没老婆没女朋友呢？不是那种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我只想活着，我这把只想活着，小鹿，我们要好好活着。要脱鞋，脱鞋，脱鞋！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！太快了！脱鞋在哪里搞的呀？太好笑了！你上身穿的大棉袄子，下身穿的拖鞋子。这拖鞋真的太帅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特种兵，请准备。谢谢小二的飞机，谢谢老板，祝老板2022虎年大吉，虎年大发，祝老板心想事成，事事顺心，大吉大利。谢谢小欧的性感大飞机，老板大气 ，Thank you， 大气大气。咱们没点关注的可以点不关注啊，站外观看的小伙伴们。不是应该高兴吗？你这么厉害的人，就可以看我。不是他，我没有这种思想，我在好奇他为什么这么厉害。啊！你今天玩的想一晚上，什么东西？真的好奇你为什么那么厉害？这有什么？你跟我一直在旁边，我们两个人搭配的很好啊，配合的很好啊，是不是？这可能就叫做配合吧。虽然说是没打几把，但是我们非常的有默契，像神雕侠侣一样。侠侣。好帅呀！我天哪！那谁是杨过，谁是雕啊？那应该是我是杨过，老表是那个雕吧？哈哈雕。没毛病，没毛病，没毛病。有人，三个。开门。在哪？哎呦，挡住了。哎来，表妹，我给你一把枪，九把卡。U Z， 没子弹。U Z， 我这里有物资。都没子弹，你们俩给两把枪都没子弹。我这里有物资。UJI 短小精悍，走那边，秒就一把钱，有人看到没有？在这儿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的乖！哎，我操！标，我操！我被炸倒了。老表来了。在围墙，在围墙。我操！表都怪你，这怪我啊！你不进房子，你怪我啊！好吧，那我先走了，表妹。表妹。
表妹，我加个好友，下次玩吧，我要先走了。呀，这才几点？你真的不是主播吗？啊，你看直播啊？你看不看斗鱼啊？你是吗？你要不要点个关注啊？那废话，必须的。你说我在直播吧？我没有，我现在要去直播了，现在要去开播了。我每天开播之前，斗鱼啊，每天开播之前要热身啊，就跟你们热身啊，是不是？那你都得，你什么时候都能带我们吃满鸡嘛？我们都没活着吃过鸡。搜这个表妹斗鱼，搜索那个老大贤就好了。哎，好嘞。嗯，好好好，祝你们吃鸡，祝你们生活愉快，拜拜。哎，拜拜。有换一堆，海岛的妹妹那么多，不要再两个妹妹。播放一首月老掉线接吧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特种兵。我他妈我要听的啥？你给我放的啥呀？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我们跳哪？我不知道他们要跳哪，靠死他的心里面。兄弟，你挑二号行。我不下雨。啦啦啦啦啦啦。这两个小姐姐没有上把的小姐姐好玩。这两个小姐姐不讲话。还是老许跟小鹿好。不是，你都有别人了。今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，明天依旧光芒万丈哦，宝贝。宝贝。谢谢小七亚的办卡。对，下去抢宝箱快！拿宝箱，拿宝箱，有一队。Oh no！ 我。哥，你给我飘到哪儿来了？不行。我在屋顶。谢。在屋顶，他给我飘外边来了。能不能给我留点东西？你给你把枪，给你把枪，你过来。打倒一个，射过，看不到，我没有背景，我也上，哎，这楼。
看到了。你们快骑龙啊，骑龙把他们嘎了，我在这里动不了了，我没头没下。哦，我在这下龙，我龙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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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说的我好像又偷又加一啊。都看不见人了。前方有危险，有个往右走边，在车库那边。OK OK， 交给你们了，老表。交给我吗？我不行了，老表。快快快！我在这动不了，我没有枪，我就一把小手枪。我打去，我打去，哥把记住。子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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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。别拿去下，去下去，狮子把门捂了。哎，龙呢？龙是不拿着呢是吧？把门捂了，快！给你来捂，我不会。把龙扔了。倒一个，他在哪？在我室。在他那。哎，我这个倒的，我这个倒的。泰哥在哪呢？一个脚步，他有枪声啊！哦，看到了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这个围墙这里。对呀，那我来去龙去干他。我也去。靠！打工仔。打我就是那个混蛋打的我。我刚捡的二级甲就给我打了。你啥都没捡到，你开玩笑呢吧？我真没捡到。还得是老许。我捡的都是你捡。小七是老许啊。四幺六也你捡了，什么都你捡了。一下子怎么肥呢？八倍有没有人要？要我拿的皮。走吧，骑龙去龙狮城吧，老表。拿拿拿。走走。给你狙狙，狙在哪里？谢谢。狙在我。好呢。那狙消八倍。哎呀，吓我了，搁这。老表，骑龙啊！我们去龙西城去。走走走。我要求不高，给我来个红点也行啊。熟熟熟 ，come on come on， 宽小豆，小七以后多回家。对呀，矮一点。矮一点要多矮呀、啊。这是老许。啊，老许小七啊，老许是小七，小七是老许。我没有子弹呢。没子弹，我备弹五十发。不是，我没有备弹。我五五六子弹，备弹零。你直接飞过去就好了，飞过去我们捡张卡就 OK 了。
哎呀，我好饿呀，我得整饭吃了，我打完这边。来，我还撑着呢。做饭吃。做饭吃啊。给你做饭吃。我还没有吃晚饭，我今天一天就吃了一顿饭，我好饿。没事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也没事。饿的一顿不吃饿的慌。一顿不吃也没事。饿不死，也饿不死。饿不死，他胃痛。胃痛痛一下就好了，打游戏还要在乎什么胃不胃的。吃不到鸡我睡不着觉，胃痛算什么？那你不要睡。我昨天就没睡啊，我昨天打到三四点我才睡的，打到三四点后来终于吃了一把鸡。今天还没有吃鸡的哦，不知道今天几点睡。我今天都吃了两把鸡。那你这把能不能带我吃把鸡啊，彪？老表技术有点菜，老表不行。这样子，我今天就可以早点睡了。你还是熬夜吧，熬夜容易死，熬吧。兄弟，你还是继续熬吧。有人，有人。肯定有人的。让我先选张卡先。我要剪卡啊，不剪卡等下欧林草没捆了。要剪卡。卡了。卡了。再跟剪。哎。咱俩居然是在这儿捡到的。表请坐，表。哎呀！这里应该有两队哦。两队哦。在房顶，在房顶。是哪个房顶？我隔壁那栋楼有人。对，我听见脚步了。哪个房顶我也没看到啊。是个。这栋楼标记了一处地点，前方有危险。没有啊。没有雷啊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需要瞄准镜。这真的蛮难吃。有子弹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在上面倒一个。这边这棵树也有一个。前方有危险。他跑了，他在往后跑。树上的人我没看到啊。妈，跑不到，跑过去了。他跑了，他在钟楼。这个糟老头子跑了。钟楼那个大残，有一个刚被救醒，有一个大残。钟楼，你冲得好。操了！我为什么要信这个糟老头子的话？大残个锤子，我都装备全都没有了。
丢，他说大肠我就冲了。那我们气死了。前方有危险。中路倒一个倒一个。倒一个也没。打不到啊。那一号打没了呢。你说大肠，然后我就冲啊，他在 A 楼啊，你不是说他在房顶啊？直接冲不就好了？他都死了两个人了都。我们打一小。我他妈龙哥。你不要来了呀！你来没有卡了呀？没事没事，死了就死了。我的龙都快被打爆了，继续把他们干了。还狮子乱蹦啊！狮子在哪？在我们附近停了吧，有脚步声，没有听见从后面飘东西来了。好，在这幢楼楼顶，前方有危险。看刚才那个穿红色衣服的，我没有投掷物了。没有投掷物，一起冲一起冲，他人不多的，一起冲往卡冲啊，我都拉了我都拉了，你都拉了，哎呀下来救你，我就下着楼里面，三个人呢，不要往上冲。是的。我哎，姐妹，你死了我干嘛？你炸着我后面，你炸着我四个，就我打了，我只能炸着你，我也没办法呀。难受，我就准备过，不能三个右边，这被包围了。黄漂亮漂亮黄，哎呦我很难受啊，哎他们也死了，他们怎么嘎掉了，说一声哈喽爵士美男子，你好这个菜菜子是不是一起玩过啊，好，等一下我要换个发型，换个发型我最帅，
让我进去吧。有麦吗？嘴里。找个队，找个队伍好难啊，好难的。你看这些小姐姐的队伍满的好快呀，这群老色批，就不能像我一样一本正经一点，专门打游戏的，这些人都是来撩妹的，见到妹子的队伍进得很快。有没有啊？这是不是这个？有卖吗？有卖吗 ？Hello， 哎呦，这个麦太吵了吧？谁呀、啊？说是 M416有麦吗？有麦有麦。为什么我不能点啊？我是不是老是点太多了？操作太频繁，完了，兄弟们，嘎了嘎了，完了，我操作太频繁了。我们直接劈，先劈一把吧。我们大厅操作太频繁了，这给我砍着，死日干。积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谢谢 LUALO 的办卡。哦，开麦了，不好意思，我溜了。哎呀，都老猪，快给我来个妹妹的队伍吧！知道我都不要。不许不许踢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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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肯定不踢我肯定好，我肯定好，我肯定好，我肯定好。为什么要踢你啊？为什么要踢你啊？我以为你们嫌我长得太丑了。哎，他是不是刚刚是谁说不许踢他？那个人走了。有麦吗？有、啊。他会说别踢他，然后